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这个是一个半圆呐 ，AB 是直径。好，那 D 的话是半圆上面的一点，然后这个 AB 哈，然后这个 DB 哈垂直于 AC 啊。他现在说 AB 哈是等于一加根号二 ，BC 是等于六加四根号二，然后这个 AD 等于 A。然后一加 b 等于六，它 a 三次方减 b 三次方等于多少？现在等于呢是要求 a 啊 ，a 算出来以后 b 就晓得了嘛，带进去答案就出来了。好，那现在 a 这个怎么求 ？a 的话呢，我们就用相似三角形，我们看这个小的三角形，它跟这个大的三角形是相似的，而且是直角三角形。我们看呢这个小的三角形，这个 a 哈是斜边嘛。斜边啊，比上大的三角形，它的斜边 AC 哈，这个会等于多少呢？会等于呢，这个小的三角形哈，这个角的对应边就 AB 啊，啊除以呢这个大的三角形，这个角等于这个角，它对边是 A 啊，啊所以我就晓得呢，这个 A 平方哈。等于多少呢 ？AC 乘以这个 AB 啊。好，那 AC 等于多少 ？AC 哈就是 AB 加 BC 啊 ，AB 加 BC 加起来是多少？七加五根号二。啊，乘以多少呢？乘以 AB，AB 是一加根号二。好，那我把它给算出来。算出来的话呢是七。加多少？五根号二乘以根号二是五二得十嘛？啊，加交叉下，这是五根号二，七根号二，五加七是十二，十二哈根号二，所以是十七。加上，那我们可以配方了。这是十二的话是六乘以二嘛？把六拿进去，就二乘以多少？六拿进去，六六三十六，三十六乘以二的话是七十二。好啊，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是八乘七呀，啊，这个刚好呢，八加七。好，那所以呢，这个好像可以写成多少呢？这根号八的平方啊，啊加二根号八乘以根号七，再加根号七的平方，所以这个可以完全平方。哎，不对啊。哎，七八五十六，没有九八七十二，九乘以八，九加八是等于十七呀。这个是九加八了，八加七都等于十五了，这是九加八了，所以是搞错了。所以呢，这是根号九，啊加多少呢？根号八的平方。哦，就是你给它配方嘛，就九的话就根号九嘛，平方加二 ab， 二根号九，啊乘以根号八，再加根号八的平方，那可以完全平方。哦，就是根号九是三嘛，根号八，根号八的话就是二根号二的平方了。好，那 a 平方等于这个嘛，啊所以我就晓得 a 等于多少。两边开方，三加二根号二。好，那 a 等于三加二根号二的话 ，b 就等于多少 ？b 就六减掉三加二根号二，就等于三减二根号二。好，那所以呢，这个就等于多少 ？a 三次方就是三加二根号二。三次方减掉多少呢？这个是三减二根号二的平方嘛。好，那这个我三如果叫 x， 这个叫 y 的话，那这个东西的话叫 x 哈，加 y 加减增加减 y 三次方等于多少 ？x 三次方嘛啊，然后呢加减多少呢？
3S 平方 Y 嘛。好、哦、啊，再来的话呢，对啊，是加，两个都是加，没有平方 Y 减哈，啊再加 3S Y 平方，再加减多少 Y 三次方。好，然后我现在好加的减掉减的话哈，上面的减掉下面的话，一减的话，这个就消掉，这个就消掉，剩下呢这一项，这一项的话呢就两倍嘛，哦，三减负三的话，就变成了两倍的哦，三 s 平方 y， 再加多少呢？再减，哦，这两项消掉了。哦，这两项消掉，那这个，这个的话是吧？是 y 三次方嘛 ？y 三次方嘛，这样子。然后所以呢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那现在 x 的话哈、哦，现在是等于3嘛？啊、哦、，x 我带 3，y 的话带2跟它2，所以呢，这个就等于多少？就等于2乘以多少？ 3乘以。3的平方嘛，乘以2根号2，再加2根号2的3次方，2根号2的3次方，2的3次方是8嘛，乘以根号2的3次方是2根号2，16根号2，所以这样就等于多少呢？2乘以多少？9654再加16 10 70跟他2，所以是等于140、哦、跟他2，所以呢这个等于140、哦、跟他2，所以答案是140跟他2。